经常看重生视频的人都知道，重生者前世一般不是人渣就是废物，不是犯了大错就是留有很大的遗憾。可眼前这个平平淡淡半辈子勤勤恳恳的老实人居然重生了。姓名礼貌。咋了？我就问下你叫什么，哪里不礼貌了？不好意思，我说我的名字叫礼貌。原来如此，礼貌，我看看。死因是多喝了一杯酒。等等，你有一次重生的机会啊。重生？没错，先对个暗号，回答对了就能重生了，即便偶不变。符号看象限。不错啊，恭喜你答对了，你的重生年代是1983年，记得好好珍惜这次机会，另外记得遵守重生规则，别让别人知道你是重生的。社员同志们，社员同志们，1983年的高考已经进入倒计时，这是中央伟大的创举。自今年起，高考时间调整为7月15日到17日，请广大考生做好准备，积极应考，为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。这是我以前的家，我真的重生回到1983年，今年刚好是我高考的那一年，没想到我一个小人物也能重生。老大，赶紧起来，从中午睡到五点了，起来出去走走，别闷在家里。这是我妈的声音。听到老娘的声音，前世的种种涌上心头，礼貌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。重生之前，老娘已经瘫痪在床，还患上了严重的老年痴呆。我竟然能再听到老娘的声音，这是多大的福分。大哥，你怎么哭了？这是礼貌最小的妹妹李萍，父亲李丰年一共生了二男二女，礼貌是老大，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。哥哥没哭，哥哥是没睡醒还犯困呢。娘让你出去走走。好，我这就出去。爹娘。看着健健康康还如此年轻的双亲，李茂的心头五味杂陈。前世爹爹李丰年在98年因肺癌离开了他，而老娘杨秀兰又瘫痪在床，虽是老大，但爹娘对他很好，如今他又感觉到了父母的关心和那久违的依靠。老大，既然已经过了高考预选，你就安安心心的参加高考，家里的事情你少操心。是啊，家里的事你别操心，安安心心的考个状元出来才好。1983年的高考依然实行高考预选制度，需要参加县里组织的预选考试，只有在学校成绩前50名的学生才能参加高考，剩下的只能拿着高中毕业证回家并谋出路。没有考上大学的高中生还不如中专生，起码中专生能分配工作，吃商品粮。爹娘，我知道，你们就放心吧，我肯定能考上。你能考上才怪，你们年级高考预选的50个人你才第48名。别人能不能考上我不知道，但我一定能考上。上一世我考上师范专科，教了半辈子的书，专门带高三毕业班，主要讲解历年的高考真题，讲了几十年高考真题还能落榜，我闭着眼睛都能想起来83年的考试题目。哥哥最厉害了，一定能考上。大哥，俺听老师说今年参加高考的有100多万人呢。李红你放心，你哥肯定能考得上，将来你们三个也一定能考得上大学，只要你们能上得了高中，大学的事情哥哥包了。大哥，你别吹牛不打草稿，俺后年高考看看你能不能给俺弄个大学上，如果不行俺去读个中专也能去吃商品粮呢。上大学才是正经，中专生别看能吃皇粮，但肯定比大学生差远了，别想中专的事情，吃饭吧。李茂看着饭桌上的饭，玉米粥，窝窝头，配着咸菜疙瘩，再看看自家破旧的房屋，默默地叹了一口气。要想改变李家人的生活，任重道远啊。其实李家现在的生活已经算好的了，要知道还是生产队的年代的时候，每一年李家都倒欠生产队的粮食，直到1980年这里才开始包产到户，李家才有了吃饱饭的日子。明天就回学校吧，抓紧回去复习，家里的事情不用你操心。好。李家劳动力短缺，村庄靠近海边，种点粮食打点鱼，得来的钱要给学生交学费，只能在嘴上节省一点。即便家里条件再苦，李茂每次回学校带的都是白面粉。村里有人劝过李丰年夫妻别让李茂继续上学了，考不上也是白搭，但李丰年夫妻一直在坚持，即便是生产队的年代也没让李茂回家挣工分。半夜李茂睡不着，不是他不想睡，而是实在饿得睡不着，掺着野菜的窝窝头真的吃不下也不抗饿。想要改变现状只能利用重生知道的信息差了，可干点啥好呢？80年代中期小商户已经开始蓬勃发展起来，但都处在小本经营阶段，勉强保证的温饱，想发家致富那是不可能的，这年头只有倒买倒卖能赚钱。对了，我记得90年代时我参加高中同学聚会，一个同学曾经说过，80年代他上大学的时候，他父亲曾经利用信息不对称之际从村里收购小咸鱼往内陆城市卖，赚了不少钱。咱这沿海地区啥都缺，就是不缺海货，尤其是小咸鱼根本不值钱，供销社也看不上，都是渔民打上来后腌了自己吃，省城市内陆城市咸鱼的价格肯定比沿海地区要高，如果我操作一把应该能赚到钱。想到这里的李茂立马起身去了厨房，找出自家的咸鱼，一掂量至少有50斤重。一家有50斤，全村百十户人家有多少咸鱼，这些都是钱啊，难道我要咸鱼翻身了？老大你干啥呢？爹我饿了，找点吃的呢。美梦破灭，我要是赶在高考前出门，爹能打断我的腿。这孩子不好好吃饭，半夜三更的又找吃的，俺给你拿个窝窝头，赶紧吃了睡觉。娘，这小咸鱼挺好吃，要是有人来买咱家的小咸鱼，少了1毛钱1斤不卖。还1毛钱1斤，就是5分钱俺都卖，这玩意不值钱，咱村谁家没有，谁稀罕啊，赶紧睡觉吧。
现在国营菜店的猪肉价格大概是8毛钱左右，如果有肉票还能更低一点，咸鱼的价格即便低一点，5毛钱没问题吧？何况这还是干货，肯定比鲜货受老百姓欢迎，至少10倍的利润啊！李茂越想越兴奋，这咸鱼生意他一定要，这可是他重生归来赚第一桶金的最好方法。办了。第二天，李茂约着同村的李惠国一起回县城中学。前世两人一直没断了联系，逢年过节都会坐在一起喝个酒，算是最好的兄弟。上一世惠国没考上大学，虽然他后面有点小钱，但一直后悔没有多读点书。这一世我要帮帮他，先间接性的把高考题目告诉他。惠国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咱俩互相出个作文题目吧。在学校你还没学够啊，我是够够的，不来。来嘛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我先给你出个题。我记得咱们队上挖井的时候，挖了两次才挖到水吧？你说第一个井眼如果继续挖下去，会不会出水？说不准就差一两米就挖到水了。就这样，李茂和李惠国说了一路，但全程却没出任何一个明确的题目。3小时后，两人才走到学校。到了教室后，班里只有寥寥几人。经过惨烈的预选大战，将近3/4的人被刷了下来，剩下的人进行着最后的冲刺。李茂，我怎么感觉你变了个样呢？杨小翠，你啥意思？难道你的意思我变帅了？小臭美。杨小翠，班花，前世考上了魔都的一所名校，和李茂并没有联系。杨小翠，你是城里人，能帮我打听一下城里能租一个货车吗？我想去趟省城。嗯，去省城干嘛？来回800里路呢？俺家有亲戚在省城，俺爹让俺给亲戚送点东西。得了吧，你爹能让你去省城？我又不是小孩子。真的，骗你是小狗。不认识，别找我。好，小翠，你帮我打听打听，就一辆车，就这一次。李茂一边说着一边摇着杨小翠的胳膊，这个动作在现在这个社会看来不会有太大问题，可在83年严打时期可是大问题，严重的话可是要进去的。李茂，你放开，你要死啊，被别人看到了还不知道怎么编排咱俩呢。谁敢编排，弄他。既然要卖小咸鱼挣钱，肯定需要收货运货和卖货。为啥要找杨小翠？因为杨小翠的爹是县城供销社的一把手，不然还真找不到货车。就这一次哈。哦，听我说谢谢你，因为有你。什么玩意？虽然车的事情解决了，但货源问题还没解决。即便是收购一吨小咸鱼，也要100块钱，再加上车费和来回的吃喝费用，至少需要准备150块。在这个年代，150块相当于一个工人3-4个月的工资，投入这么多，风险无疑是巨大的。不行，必须赌一把，必须趁着上大学前攒够一笔钱，改善家里的生活状况，才能安心去上大学。可本钱从哪里来呢？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我都答应你了，你还要干啥？小翠啊，你看我家这么穷，去省城亲戚家怎么也不能空着手。你有钱吗？借我点，我过几天就还给你。哼，没有。以你的实力和条件，肯定有小金库，借点吧。没有。我只要100块。啊？你疯了？我哪有那么多钱？那你有多少？我只有60块。土豪啊，我全家都拿不出10块钱，你一个高中生竟然有60块。小翠，借我60块，5天后还给你70块。李茂，你到底要干啥？我这些钱是好不容易攒起来的，可不能给你糟蹋了。我真有用，不是乱花钱。在李茂的软磨硬泡下，杨小翠最终答应了借钱，不过不是60，而是58。想我堂堂一个重生者，为了58块钱低三下四，说出去都让人笑。不过赚钱嘛，不磕碜。这是线上供销社的货车司机，周五准备去省城拉物资，你直接去车队找他就行，就说你是杨主任的外甥，已经安排好了。还有呢？唉，你可一定要还我啊，这是我十几年的压岁钱。姐姐放心吧，下周就还给你。谁是你姐姐，不要脸。拿到钱的李茂立马请了假，他还偷偷拿了杨小翠的自行车钥匙，先到供销社联系好了司机，确定好出发的时间后，骑上自行车回了村。他不敢回家，不然李丰年绝对等到他的。他直接去了村支书李丰前家，按辈分他要喊李丰前一句大爷，他还是自己好兄弟李惠国的爹。大爷。嗯，你这孩子不好好上学回来干啥？大爷，我一个同学的父亲想买点咱这的小咸鱼送人，托我回来买点，人家给钱。你家没有小咸鱼非得来我家？人家要的有点多，再说了我也不能让我爹知道我回村了。你小子无理不起早，好的这么欢实，人家给你好处了。还是大爷了解我，人家给了我2块钱的跑腿费。以前你也是挺乖的孩子，不好好读书，为了2块钱就敢耽误一天的学习，想挨打是不是？大爷，就这一次，真的就这一次，人家要2000斤，1斤5分钱，我这是肥水不流外人田才想到咱们村的。多少？2000斤。真是1斤5分钱，那不得100块。没错，人家还付了30块定金在我这，这还能有假吗？哦，好，我帮他收，还有其他的要求没有？人家说如果能多收点就多收点，要是能收到4000斤更好，但定金只有这么多，等10天后人家亲自来咱村结账，还有还要把小咸鱼送到县城边上，人家派车来了。有车来了，能指挥动车的人不可能是骗子，即便是骗子，有30块钱打底也不亏，这买卖可以做。行，就这么定了，你回去吧。李茂骑着车往回赶，没走多久就听到大喇叭里在喊：社员同志们，社员同志们，经过村委会的努力，县里有人要收购咱们村的小咸鱼，一斤4分5厘，谁家有小咸鱼干的抓紧送到村委会。我去，大爷永远是大爷啊，一转眼他就赚了5厘钱，高，实在是高。童生回到80年代，倒卖小咸鱼一次赚了3000多，还带着前世的记忆参加了高考。好你个李茂，居然偷我的自行车钥匙，大胆。我错了，下次还敢。小翠，我给你出个作文题吧。作文？
李茂再次把挖井的作文题告诉了杨小翠，让杨小翠做一篇作文出来。他帮了李茂这么多，李茂自然不能亏待了他。几天后，终于到了小咸鱼交货的日子。小帽子，一共收了4500斤，咱们村的不够，我又去隔壁村里收了点，够不够了？够了，开始装车吧。王师傅，辛苦你了。李茂早就买好了一盒烟，他偷偷塞给了司机王邦。客气了，杨主任吩咐过的，咱一定照办。货装好后，李茂和司机王邦出发去了省城。李茂，你这是打算进城卖咸鱼吗？是啊，4500斤呢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卖完。你咋不送去供销社呢？供销社不会收我的货吧？我可没你们供销社系统的介绍信，只有村里的介绍信。现在供销社也收集体单位的货物，并不是说非得国营的才行。还有这事，全国供销合作社在去年改成了集体所有制企业，改革进入具体实施阶段，供销社的采购渠道正在慢慢改变，但所有的供销社都没有公布这一消息，所以普通百姓并不知道供销体系的变化，因为供销社还想多吃几年这种垄断市场的红利。原来是这样，那王大哥，你说他们要不要这些咸鱼？要的。他们收多少钱一斤？5毛2。李茂听到这个价格，顿时心跳加速，价格居然比他预计的还要高2分钱。为啥以前不知道供销社收咸鱼呢？以前也没人来卖啊。供销社就是极牛又佛系，没人来卖，他们也不会自己去收货，因为他们的好货太多，并不缺，加上这个年代的人比较朴实，又有规定，所以很少有做生意的想法。这样吧，我带你去供销社，我刚好认识他们的李经理。哦，那太好了。李茂现在的身份是冒充县城供销社杨主任的外甥，加上他挺会做事，司机王邦就想着帮他一把。王师傅，咋有空来我们这的？我们主任家的外甥帮着村里卖点干货小咸鱼，我就顺道送过来了。小咸鱼，好久没来这种好东西，今天价格好，5毛5一斤。哦，李茂，这是你的本家李文宁，专门管干货的，以后你们多亲近亲近。李叔，以后麻烦你了。好说好说。借一步说话，王邦和李文明在旁边开始窃窃私语，不一会就又走了过来。我记错今天的价格了，好像是5毛8一斤，按照规定应该是货卖完后才结账，但这几天小咸鱼一直缺货，就提前跟你结账吧。活了几十年的李茂立刻明白了啥意思。李叔的情谊我和我舅舅记住了。小咸鱼交接完后，李茂从供销社财务领了钱，一共3210块钱，他的手都在抖。在这个每月人均工资不超过100块的80年，这笔钱可以说是巨款了。王大哥，你刚才跟李文明说的啥？为啥他突然加了价格还结了现钱？我说你小子懂规矩。王大哥，俺们村这些咸鱼收购的价格是1斤3毛钱，本来打算卖4毛钱一斤的，没想到能卖到5毛8，多出来的咱俩平分吧，反正村里也不知道卖价。这钱不能咱俩分，要加上李经理，咱们三人分。你舅舅那边怎么说？我舅舅那不用管，你也别和他说实话，这些钱是咱们三个人的。李茂还是留了一手，他没有说出真实的收购价格，自己能多赚点肯定是最好的，打点钱出来分分还能稳住关系。最终三人每人分了500多块。回去的第一时间，他就回到了村里，和村支书李丰前结了账。大爷，这次的钱我给带回来了，而且对方很喜欢咱们的咸鱼干，并且还说有其他海货也行，照着6000斤左右收购。价格怎么算？县里的海米和虾皮多少钱一斤？海米是1斤1块1，虾皮是1斤9毛8。就照这个价格收，但不能收多了，海米只收50斤，虾皮也是50斤，剩下的还是要小咸鱼。和李丰前交代完后，李茂赶紧回了家，现在他身上还有不少钱，这些钱肯定不能存信用社，不然公安指定上门，也不能随便放在家里，不然被父母发现肯定吓得半死。老大，咋回家了？娘，我们老师说我通过了预选考试，奖励了我10块钱，我给您送回来。哦，他爹，快出来看看，这是老大挣的呢。李丰年表面上很淡定，但嘴角的弧度已经出卖了他。李茂现在不敢拿出太多钱，不然父母肯定怀疑。娘，你赶紧做饭，我吃了后要赶紧回学校。李茂回到房间后，在床下面挖个坑，把钱埋了进去。他在身上留了200块，还了杨小翠的钱后，也够他生活很久。吃过饭后，他赶回学校，又听到村里的大喇叭开始吆喝了起来：收小咸鱼、海米、虾皮，小咸鱼还是1斤4厘5，想换钱的赶紧送来村委会。大爷又在赚差价了。转眼就到了7月15，高考开始了。语文刚考完，李贵国就急忙来找李茂。老大，你是不是知道考试题目？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要是知道题目，我干嘛要告诉你？我是根据前2年的试题自己预测的，没想到这么准。要是后面几科也如此精准就好了。后面的几科除了英语都应该非常精准，但李茂不能承认。想得美，要是都精准了，我回家就去上坟，除了祖宗保佑没有别的可能性。咱俩一个祖宗，要保佑也是保佑咱俩。李茂，你怎么能预测出作文题？好像那些文言文和诗词也都是你经常挂在嘴边上的。杨小翠可比李慧国细心得多，虽然李茂给杨小翠说的题目不多，但杨小翠依然从李茂不同寻常的背诵内容发现了不正常。杨小翠，你啥意思？你是说我偷了高考试卷？就你还偷试题，你连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。我只是好奇，为啥考试题里有这么多你复习过的内容呢？这实在是太奇怪了。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帅。臭不要脸。不过还是谢谢你，受了你的影响，我这次应该考得很好。
高考终于结束了。李茂觉得自己考得不错，不出意外前五应该是稳吧。李慧国也是高兴得合不拢嘴。兄弟，这次哥哥要好好感谢感谢你，我感觉我能考上大学。李茂，我爸想见见你。你爸爸见我干什么？我把你猜中试题的事情和我爸爸说了，我爸爸想当面感谢你一下。胡乱猜的，有啥值得感谢的？我还要感谢你呢，要不是你，我也找不到大卡车，咱俩扯平了。你真不去我家？填报志愿的时候我会亲临你家。考完试，李茂的咸鱼大业又要如火如荼的开始了，赚钱的事情不能停。回到村，他第一时间就去了支书李丰钱家。大爷，咸鱼收购的咋样了？方圆十里的都被收购光了，这十天只收到了不到2000斤，再过半个月才会多起来。听说小杂鱼能卖钱，大家卯足了劲出海打鱼呢。以前夏天咱都不大去打鱼，打上来县里供销社也收购不了多少，又没法保鲜，只能晒鱼干。如今你给咱全村找了一条好财路。自打李茂收购小咸鱼开始，村里基本上每家都拿到了几块钱的卖鱼钱，虽然发不了财，但是给家里添点东西，改善点生活水平还是可以的。大爷，你可千万不要说是我自己收购哈，只说是县里的供销社要的。我知道轻重，放心。李丰前早就看出这咸鱼生意就是李茂自己在做的，但他不会说出来，毕竟他也从咸鱼里抽成一斤五厘钱，这一个月起码收购了上万斤，至少赚了50块钱，和县城里的工人都有的一笔。爹娘，你们干啥呢？现在村里正在收购小咸鱼，你爹今天刚打回来一点。今天收成不好，打鱼的人太多了，只打到了这些。晒干了起码有20斤，将近2块钱呢，一天2块钱比县里的工人工资都高了，知足吧。看来这咸鱼生意不能再藏着掖着了，不然爹娘还要辛苦去打鱼，得不偿失。爹娘，我有事想和你们说一下。啥事？这次高考我对了一下答案，感觉考得非常好，一个大学是跑不掉的，甚至燕京的大学都有可能。哦，老大，真的？考完后我就对了答案，应该没问题。另外还有一个事情。看着李茂忽然拿出这么多钱，李父李母直接惊呆了，这辈子他们还没见过这么多钱。老大，你干啥了？怎么有这么多钱？老大，你是不是做犯法的事情了？没有。李茂把卖小咸鱼的事和李父李母说了一遍。李丰前怎么能这么干？都是亲戚，互相帮忙是应该的，怎么能从老大手里抽钱呢？我找他去。一惊一乍的听老大说，娘，如果没有村支书的参与，介绍信我都开不出来，这钱该着支书赚，别心疼，他赚了50，你儿子赚1000呢。说的也是，如今全城的销路已经饱和，这几天我想去京城政府这些地方去看看能不能找到销路。老大，你可从来没出过远门，能不能行？放心吧娘，反正都是坐火车，没问题，等我填完了志愿我就去京城，这些钱您先收好，等将来给你娶媳妇用。千万不要存钱，咱家的房子太旧，等我上大学了，你们用这钱把房子整修一下，万一我从大学给您领个媳妇回来，人家看见咱破破烂烂的家还不扭头就走啊。有道理，还是媳妇重要。你拉上你丰前大爷是不是想让他替你扛事情？没错，是有这个想法，毕竟现在开放的还不彻底，但是打着集体经济的旗号完全没有问题，所以后面我准备把全城的供销社交给村里经营，我还是去京城扩扩销路，这样一来就没问题了。几天后，李猫又回到了学校，今天是填报志愿的日子。你打算报哪所学校？我不知道，本来和我爸爸妈妈商量的是，如果估分高就报魔都海淡大学，但现在估的分数太高，我不知道报哪所了，报魔都海淡大学有点亏。我打算报燕京大学经济学系，我也建议你去燕京上大学，在首都各方面条件比其他地方都好。今天你爸爸在家吗？我想去拜访一下。你还真去我家啊？不是你上次说要我去的吗？怎么现在又不肯了？一会你和我一起回去吧，我爸爸今天没上班。小翠，这是谁啊？叔叔你好，我是杨小翠的同学李茂。你就是李茂啊？我听小翠说了，要不是你给小翠露体，瞧我这张嘴，要不是你帮助小翠，小翠也不会考得这么好，一直想找个机会感谢感谢你。今天咱们好好聊聊。今天打扰叔叔了。自家人客气什么？你大概考多少分？报的哪个学校啊？我大概660分，报的是燕京大学经济学系。好，经济学好，咱们动乱年代结束了，将来经济建设肯定会很重要。叔叔说的是，以后肯定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所以我就提前学习，好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。我们打算让小翠报清华大学建筑系。能在房地产事业还是空白之时选择读建筑系，看来杨家有高人指点。这次来拜访叔叔是有一事相求。上次叔叔把我们村里运了些小咸鱼到全城，村里赚了不少。我大爷想让我问问能不能租用一下供销社的货车，想把小咸鱼送到燕京的供销社看看能不能再打开个销路。李茂，本来叔叔不能拒绝你，但公家的事情不能这么办，租车是不可能的。如果你们的运输量不大，叔叔可以做主安排一辆车帮你们运几趟，再多叔叔就为难了。太感谢叔叔了，我们主要是去试试销路。燕京那边你联系好了吗？没有呢，我们先运过去再说，大不了自己摆摊销售。自己销售耗时太长，还是要进供销社系统才行。这样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帮你联系一下。杨可海说完就去打电话了，片刻后他就回来了。李茂，联系好了。你说巧不巧，燕京供销社正在眼红全城的小咸鱼呢，一听我们能提供小咸鱼，燕京那边立刻同意让你抓紧送一车过去试试销路。真的吗？那实在是太好了，谢谢杨叔叔。
没想到消息传得这么快，这么说的话，全城的销路必须抓紧交给村里，否则赚差价的事情会露馅。叔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我必须赶紧回村里处理一下，尽快送货去燕京。这次我需要两辆车，一辆去全城，一辆去燕京。行，你还是找王邦，我让王邦安排。从杨小翠家离开后，李茂又连忙来到了李峰前家。大爷，小咸鱼事情有变。老虎带着前世的记忆参加高考，居然高中了状元。兵分两路。对，原先全成功消失的那条线村里做，我做燕京那条线。行，就这么办，我立刻去收小咸鱼。大爷，越多越好，全城5000斤，燕京10000斤，全城的钱收回来后，你一定要上到村里的账上。我知道轻重。第二天，李茂和王邦拉了一车咸鱼去了燕京，李丰前拉了一车去全城。到了燕京后，没想到当地的供销社给出了每斤6毛钱的价格，着实让李茂意外不已。这次拉了10000多斤过来，到手6000多块。王大哥，咱们在京城住一晚，还是连夜回去？连夜回去，休息2天，再往京城送一趟。按照以前的分配方式，这次王邦能拿到1000块钱，相当于1年多的工资。王邦尝到甜头了，他舍不得浪费时间。行，王哥，这个事情咱们做不长久，你要有个心理准备。嗯？为啥做不长久？顶多再过一个月，全国都会知道小咸鱼的事情，到时候咱们怎么和公家抢？也不敢和公家抢啊。还是大学生的脑子好使，我明白了，跟着你这几趟已经赚了我好几年的工资，知足了，现在能赚一点是一点吧。此后一个月，李茂和王邦开启了疯狂模式，每8天跑一个来回，就这样李茂的床底下慢慢堆满了钞票。钱有点多啊，还不能存信用社，有钱人的烦恼你们根本体会不到。社员同志请注意，社员同志请注意，现在播放一个喜讯，现在播放一个喜讯。我村社员李丰年家的老大李茂同学以681分的总成绩高中我省高考理科状元。李茂同学以681分的总成绩高中我省高考理科状元。用力过猛了呀，怎么还整个状元？此时李父李母听到大喇叭里的消息后都激动不已。咱老李家也有大学生了。没想到咱们一个小渔村一下子出了2个大学生，李茂被燕京大学录取，惠国也被这州大学录取了，咱李家必须大办一把，多少年没有喜事，也该咱们这一支风光风光了。会不会太招摇了？你懂个球，咱们这一支上推5辈子都没有如此风光的事情，必须办得风风光光的，选个好日子咱们大办一把，硬气一回。3天后，李家在村里办了30桌酒席，整个村的人都赶过来道喜。李茂，我们不请自来，见笑了。杨叔，您能来我就很高兴了，这次真是多亏了你，咱家小翠以全省第3的身份被京华大学录取了。哦，恭喜你。也恭喜你状元郎。对了，去燕京报名的时候咱们一起走，火车票我已经买好了，也有你的一张。太感谢杨叔了。大爷，从今天起小咸鱼的生意我就不做了，全部交给村里了，我要好好去上大学了。村干部都知道你帮着卖咸鱼的事情了，如果不是你，咱们村里还是穷的叮当响。你脑子好使，能不能给出个主意？咱们村有钱了能干些什么？一下子好几千块钱放在村里也不是个事，我这心里天天不踏实，又不敢存银行，而且万一让镇上知道了，肯定给咱截流了。大爷，咱们先说小咸鱼的货源问题。如今方圆10里的渔村都在给咱供应小咸鱼，大家最好联系一下各村委，以后的咸鱼只供应咱们村，别让其他村学咱，咱们才能继续吃下去。是这个理，已经有外村的人开始打听咱们销路的问题了。可以适当提高一下收购的价格，我感觉1.5毛问题不大，不能光咱村委会拿大头，村民得不到多大的实惠。如果1斤1.5毛，每户每月晒出200斤咸鱼，也能增收30块钱。可以，咱也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然后是防止县供销社插手，一旦县供销社插手了，咱们一个小小的村庄扛不住。大爷，你要往县里多跑跑，找领导说说这事。没问题。还有就是销售的问题，全城燕京已经拿下，剩下的内陆很多大城市你们都可以出去跑跑，说不准会有新的销路。最后是运输，以后再用县供销社的车可能不太方便，我觉得村里可以买辆车，以后咱们自己送货。买车那要多少钱？不用买新车，买个别人淘汰的就行，部队长或者矿场处理的卡车应该很便宜就能拿下来，具体的需要你们去打听。再就是联系方式，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装电话，以后谁想要货直接打电话咱们送过去多方便。哦，不愧是大学生，点子就是正。行，就按你说的办。离去大学报名的时间还有20多天，李茂现在的全部家当有几万块钱，每天枕着钱睡觉的他很爽，但这么多钱带走不太现实，总不能用麻袋装吧，只有一个办法，花出去一部分。爹娘，我想盖房子，想盖砖瓦房。砖瓦房，你拿回来的1000块钱已经花了200多，还要给你带点上大学，用砖头盖房子肯定不够。咱们按照4000块钱盖房子。啊，多少？你钱多了还是咋地？4000块钱，把老子卖了都凑不够4000块。爹，别舍不得钱，咱家有钱。老大，你的小咸鱼生意不是交给村里了吗？怎么还有这么多钱？燕京那边赚了一大笔钱，全用来盖房子。他爹真带4000块钱的房子啊？没得你盖村委会啊，还要留点钱给老大娶媳妇呢。就听我的，就盖4000块的房子，至于其他的以后再说。现在大部分人家还住着土坯房，一下拿出这么多钱盖房子，李父李母舍不得很正常。李茂家之前在村里是比较穷的了，谁能想到仅仅个把月的时间已经成为全村首富了。老大，真不让你爹送你。娘，我跟杨克海叔叔一起走，王妈会送我，你放心吧。儿行千里母担忧，等到了京城给娘拍个电报回来，我在你裤子里面缝了100块钱，到了学校就剪开拿出来。行，
爹娘，我走了，我走后你们别舍不得吃舍不得喝，房子要盖起来，说不准年底我给你们领个媳妇回来。这次出行李茂就带了一个包，别小看这个包，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包里装了上万块钱。李茂去京城发展的启动资金都在这里面了。李茂，燕大和京华离得很近，周末你替我看看小翠，她没出过远门，一个人到那边我还挺不放心的。没问题叔叔，你俩都好好努力，好好学习，将来肯定能分配个好工作，说不准能留在燕京这样的大城市。在八十年代花几千块买下京城四合院是种什么体验？李茂兄弟脑子好，虽然认识才几个月，但我真心佩服这个小兄弟，不但是大学生，赚钱也有一手，俺服气。李茂，这次咸鱼生意赚了多少？说出来让叔也高兴高兴。不多不多，不值一提。我都赚了五千左右，你们说李茂赚了多少？李茂才不会告诉他们，他一共赚了将近四万。当然，这只是刚开始。就这样，李茂开始了他的京城大学生活。安顿好学校里的时候，他到处打听有没有人卖四合院。经过一个星期的努力，终于找到了两处正在卖的院子。小伙子年纪轻轻的就能买这么大宅子，怎是怎人不露相？我这宅子祖上传下来的。前清的时候，我们家可是皇亲国戚，您买了这宅子还显得您尊贵呢。不是我吹，您看我这房子的位置，什刹海，占地一千多平，自进的院子。要不是我们要出国，我才不打算卖出去。您要价多少？一万二。您这院子太破，您要价一万二太高了。前几个月我在隔壁刚卖的那座宅子和这个规模差不多，人家卖了一万四呢。那我再看看吧。别介，我再降价五百行就卖给您了。不太行。李先生，您给个价差不多就卖给您了。七千。李先生，您小钱言呢，七千您也敢想。您这宅子重新修起来至少还要五千块钱，相当于我要花一万二才能住人，所以我只能给您这个价。如果您想通了去燕京大学找我，我还要去看另一个宅子，您海涵。您给价点，多少价点？七千太少了。再加一百，您要是同意，我不去看另外一家了。再加点，您先忙着。这一处的院子虽然李茂看中，但价格没谈好，他只能去往下一家。童先生，您这宅子不错，您卖多少钱？七千。不知道这价格还能不能商量？李先生，这宅子保存的相当完好，实不相瞒，以前是上面当官的在用，院子里的东西都保存下来，品相这么好的宅子，满四九成您找不到这么合适的。您的这些家具也带着卖？卖，卖了好出国，老爷子在港岛安家了，我要去港岛。您还有海外关系呢。您见笑了，李先生，你也别和我讲价了。七千块房子带家具都是您的了，以后要是您在港岛有什么需要，去港岛找我，我一准帮忙。李茂有点心动，除了喜欢房子，还想和这佟大卫交好。这个年代能跟港岛人搭上关系的都不简单，说不定以后能帮上自己。得了，我和佟大哥有缘分，和这宅子也有缘分，这宅子我要了，现金交易，爽快。咱们去办手续吧。办完手续后，李茂还和佟大卫一起吃了个饭。一直没好意思问老弟，你还是在校学生吗？我现在在燕京大学经济系读书。佟大哥，问一句，您父亲在港岛是干什么的？具体我也不知道，我光知道他老人家一个电子厂，一个服装厂，具体干啥的我也没问，只是来信让我赶紧把京城的家当处置了，去港岛接他的班。这老头去港岛快二十年了，也没个后，指望我给他养老送终呢。看来您佟家有故事啊。有啥故事啊？我家老爷子就是抛弃妻子陈世美，偷渡到港岛，在港岛结婚后一直要不上孩子，这几年开放了才敢托人回来找我。这老小子逃跑后可把我们娘俩折腾惨了，害得我也找不上媳妇。当年偷渡港岛不知反几，能混出来的也是凤毛麟角，但前世没听说港岛有姓佟的富豪啊。那佟大哥一到港岛就是富二代啊，您到了港岛简直是想吃油条吃油条，想喝豆浆喝豆浆，豆浆买两碗，喝一碗倒一碗。小老弟说话真有意思。佟大哥，给兄弟留个地址呗，有机会去港岛找你玩去。没问题，我和兄弟有缘分，到了港岛要是不找我，我可不依。梁小翠，你怎么在这？可找到你了，我到处打听你的宿舍，你们宿舍真难找，今天休息我过来找你玩。刚好我在燕京买了套四合院，我带你去看看吧，就在你们京华大学旁边，以后没事了你可以去玩。李茂，你家到底有多少钱？一套房子说买就买了。毛毛雨了。佟大哥，你怎么在这？宅子卖之前还没感觉，一下子卖了心里空落落的，想再看看。人之常情，毕竟是自家的老宅，有感情，我在这宅子里永远给你留一间屋子。兄弟，以后你就是我亲兄弟了。昨天忘了问佟大哥的宅子卖，你现在住在哪？佟家在京城不止这一处宅子。富二代就是富二代，太有实力了，以后一拆身价上亿。冒昧的问一句，佟大哥，您到底有几座四合院？三座，其他的两座也在卖着，不过其他两座都有人住着，不好卖。佟大哥，兄弟给你个建议，您剩下的两座宅最好不要卖，您要是信着弟弟就放到手里留二十年，二十年之后要是宅子价格低于一千万，我给您补齐。你小子真会开玩笑，一千万就是值十万，我都烧高香了，还一千万，你怎么不说值一亿呢？你要是能抱在手里三十年肯定会值一亿。嗯，兄弟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不开玩笑，再说了，您卖的这万把块钱带去港岛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。可我过完国庆节就去港岛了，房子在这怎么办？还要收租，还要维护房子，没人照看着可不成。
您要是信得过我，把宅子交给我，兄弟给你办得妥妥的。宅子里的租户都到期了，但他们就是不搬走，我也没办法。几十年的老街坊不好翻脸，以后宅子租金老弟收了，当做两座宅子维修费。如果你想用这宅子，只要能把租户赶走，随便你用，只要帮我维护好宅子即可。哦，有了四合院的牵扯，我就和佟大卫有了剪不断的联系。经常重生的人都知道，想发财离不开从港岛开始起步，到时候还要靠着佟大卫呢。既然宅子的事情解决了，那我去港岛的日期可能会提前，我走之前会找你，还没来得及问这卫士。这是我高中同学，在金华读书，今天带他过来认认门。我懂，正好今天没事，哥哥带你们两口子转转琉璃厂。啊，这琉璃厂分东厂和西厂，前清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火爆，我家祖上也是琉璃厂的常客。您宅子里那些家具摆设你可别扔哈，都是老物件，很多都是正儿八经的黄花梨。只是这破家具不大值钱，但有味道，文化的味道，如果不是要卖宅子，我才舍不得卖给你呢。佟大哥，你说宅子里的家具都是黄花梨的？也没有啦，还有一些是酸枝木、花梨木。这要是过几年还不得翻倍涨，发财了，发财了。看到没，龙宝斋百年的老字号，现在是国营的，里面的东西一个字贵，但是没假货，你要是有钱可以淘换点玩意。这国营的商店能卖给私人吗？能，分批买，积少成多，你要是买的多了可能会要介绍信，但小批量多次买一点问题没有。我记得现在的古董还很便宜，但过几年会疯涨，趁此机会多买几件。进去看看。看到没，这件瓷器正儿八经的清代的，就是太贵了，竟然要50块钱，老子大半个月工资呢。这个也是清代的，品相完好，值得把玩。听着佟大卫的介绍，李茂开始心跳加速，这些东西在后世随便一件没个上百万，想都不要想。这件还有那一件，我全都要了。你这是要包圆全场啊，小伙子。这些东西加起来可好几千呢。咱不差钱，有好东西尽管上。哟呵，有意思，小伙子，你买这么多文化用品干什么？可不准倒卖，尤其是不能卖到国外。谁要是敢卖到国外，就是我礼貌的敌人，阶级敌人。这是这里的经理王正强，这老头不是好东西，开的是商店，可好东西就是不卖，全留着自己把玩。老童，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王经理，打扰了，我是真心喜欢祖国的文化遗产，也想好好学学咱厚重的历史。行，您看看您要哪几件。这边的我都想要了。不是，小伙子，您真是来我们这清场来了，想把我们荣宝斋都要搬空了。见笑见笑，主要是喜欢。您算算一共多少钱？一共11000块钱。没问题，现金。王经理，下周我再来拜访。暂时别来了，一两个月开不了门，等再开门的时候我通知你。佟大哥，按理说我应该给您个谢礼，可如今您要去港岛，咱们国家的好东西您不能带出去，否则这里面您随便选一个带走就是。这都是好东西，都说盛世古董，乱世黄金，我也不知道以后是盛世还是乱世，但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不能糟蹋了，以后我回来后希望还能把玩把玩。本来就舍不得走，如今你这一屋子宝贝让我更舍不得走了。李茂买的这些古董在未来都可以买好几个四合院了，只是现在这个时代还在解决温饱问题，古董什么的还没炒作起来。李茂老弟，你真是太有实力了，刚花几千买了院子，又花10000多买了这些古董。实不相瞒，本来还想买出院子的，奈何那出院子太贵了，买不起。不过位置是真的好，在什刹海。什刹海，莫非是那家的宅子？没错，佟大哥，您知道这出院子？那家的宅子前后四进，满京城没有几家房子比他家的好，有更好的那也是公家的，如果能拿下来一定拿下来。你的这些宝贝最好移到那边去，听老一辈说那家有一个大的地下藏宝室，最是安全，只是他那宅子邪性，半夜三更的时候经常传出鬼叫声，否则他们自己也不会闲着这么大的宅子不用，前几年住进去的人死了好几个，再也没人敢住了。他要12000，我出不起，没有缘分啊。几天后，正在上课的李茂被通知外面有人找，出来一看，原来是村里的送货员。严道，你是来送小咸鱼的？是的，俺临来之前，支书让俺告诉你一声，咱村的电话装上了，以后有事你直接打电话回家。那挺好，这次拉来多少货？这次是10000斤咸鱼，500斤海米，800斤虾皮。这么少，燕京要的货很少吗？不是，是咱们没有那么多货，全镇的人一起打鱼都不够卖的，支书就优先供应燕京城。支书说，只要燕京城还有咱们的小咸鱼卖，全国都能知道，说是你说过的什么广告效应。必须保证京城小咸鱼的供应，外地人一到燕京尝到了小咸鱼，肯定会想着法子打听，到时候咱们不愁买家。是这个理呢，自从咱们村装上电话机，买小咸鱼的电话不断，很多都是从京城知道的。咱们呢，下次你来的时候给我带100斤海米，300斤虾皮，还有海带什么的各种干货，我试试在京城能不能卖得动，跟支书说卖给供销社多少钱就给我多少钱，到时候你把钱带回去。行，我跟支书说，以后你要带东西什么的提前给村里打电话，我给你带回来。一般我是10天来一次京城，你也可以去京城供销社等我。李茂兄弟，我要走了，晚上的飞机，家里拜托你了。这么快，我以为还要几天呢。不走也得走了，家父催得急，说吧，让我在港岛帮你干什么。啥意思？你是个骄傲的人，你堂堂大学生能和我这一老一少折节下交，我就知道你肯定有事，但我是真心认你这个小兄弟，有事直接说，我过去后提前准备。
常亮，那我也就不矫情了。佟大哥，这两年的时间我一直在关注着全世界的经济问题，今年港岛的股市出现了大崩盘。嗯，虽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但是感觉好厉害。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。年底我需要去一趟港岛，在那边开个股票交易账户，还需要兑换点港币，能不能办？去港岛好说，老爷子的公司发个邀请函就行，兑换港币不好弄，即便是港商也不能给你私人兑换，如果走其他的渠道，将来你这笔钱说不明白。家父让我兑换港币的时候，我已经打听了，我的兑换额度已经用完，国家也不可能给你兑换的额度。我用这座四合院加上院子里的所有东西向你抵押，从港岛拆借10万港币。这座院子从你手里买来是7000块，加上里面的古董折合2万5，兑换成港币正好10万整，利息按照港岛最高利率的3倍计算，拆借期限1年半。我做不了主，我大概后天到港岛，我和老爷子商量一下再答复你。如果老爷子答应了，我给你寄邀请函，如果不答应，年底之前你不会收到邀请函，如何？佟大哥爽快，不管事情成不成，不影响咱们的友谊。小伙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那先生，您有什么事吗？您看我家那宅子，10000块钱您要吗？那先生，您不识相，上周我去您那边打听了一下才知道，您这宅子闹鬼啊。别听他们瞎咧咧，咱们是新社会，谁会信鬼神这些东西？可人家说以前住在里面的人没人能活过2年。实不相瞒，最近我刚买了一套宅子，带全套家具才7000块。您那套宅子本来我想7000买的，可要是闹鬼的话，那不是这个价了，起码要把我做7期49天法师的钱让出来。李先生这样，9000，您要就拿着。6500，留下500，我做法事。8900，6600。李茂和卖家两人你来我往的喊了一个小时，最后以8000块成交。拿下什刹海的四合院后，李茂专门雇了一个人来为自己跑腿，毕竟自己还要以学业为主。以后你跟着我，一个月100块钱。这工资有点太高了，和普通工人拿的一样就行。100块不多，跟着我会很累。从今天开始算，你最近的任务就是把这个四合院整理好，该修的修，该添置家具的就添置家具。另外，在这盖一间屋子，把门开在马路上，面积不要太大，20来个平方即可。我有用，这个500块钱你拿好。行，保证给您办得妥妥的。我在燕京又买了一套院子。嗯，你要这么多四合院干啥？你一个人又住不过来。你个娘们家家的懂啥？男人做什么都是有道理的，你少管。这是离你学校近的那个院子的钥匙，没事的时候去帮我打扫打扫。你在里面选一间屋子。哼，谁稀罕？梁小翠虽然说着谁稀罕，嘴角却上扬的比 AK 还难压。老大，在学校挺好的吧？娘，我挺好，你和俺爹还好吧？耗着呢，天天不愁吃不愁喝的，哪能不好？你走的时候，俺给你带的棉衣不够，天冷了，你自己去买点衣裳哈，别不舍得花钱，咱家有钱。一会我就去买，我这也有钱，好几百呢。老大，咱家房子盖起来了，后天就搬家，只花了2800，比预计的省下了200块。2800，那还不错，剩下的您再去弄点家具，别不舍得花钱。李茂，你要的咸鱼啥的，我已经让人送去了，你注意签收。好嘞，给我带了5000斤的货，这也太多了吧。支书说了，您慢慢卖，要是卖不了，我再拉走，价格按照村里收过的价格给你。支书特意交代，不准多收你的钱，全村人都同意了的，要特意感谢您带全村人致富。这5000斤可以按照收货价，要是我再货，必须按照供销社的价格，否则我就不要了。你回去和支书说一声。好，俺一定把话带到。转眼间几个月过去了，什刹海的四合院修缮完成，靠着马路的门面店也装修好了。李茂准备在这里卖村里的海货。王铁，各种价格都记住了吧？记住了，小咸鱼7毛一斤，海参8块钱一斤，海米2块5，虾皮1块7。老板，生意兴隆，能不能赏口饭吃？这不是我前世的岳父袁胜春吗？本以为这一世跟他们不会有交集了，没想到还是遇上了。上一世他就喜欢到处闯荡，看来是来到京城没混好。我不会再和他女儿成夫妻吧？上一世家里是5天一大吵，2天一小吵，这辈子实在是不想吵。但袁胜春这么狼狈，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你要是没出去，可以在我这店里帮帮忙，工资20块一个月。哦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李茂留下老丈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他这个老丈人上一世虽然没有混出名堂，但人情世故玩的有一手，留在店里对生意有好处。王铁，以后每天的营业额你先收着，周末去金华四合院交给我，我没法每天都过来，这里就靠你俩了。海鲜店步入正轨后，每天能做300-400的营业额，净利润就有一大半，简简单单一个月出1万元户。李茂开心的同时也收到了佟大卫寄来的邀请函，只是这邀请函居然是通过外交部转到燕京大学的，这一下在学校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随着事情的发酵，李茂也被上层关注了起来，连他的海鲜店都被查得一清二楚。看到海鲜店每天的利润，高层都被吓到了。李茂，你的派头有点大，现在别说燕京大学了，隔壁庆华大学的人都知道你要去港岛了。发生这种事情我也不想的。哼，学校决定让我和你一同前往港岛啊。翟老师，您去港岛我没那么多钱买机票啊。不用你掏钱，学校出钱，你这算为学校增光添彩的事情，算出差。另外，你需要整理出一篇市场经济的论文，去港岛之前交给我。这不是为难我吗？想去港岛就写，这只能怪你开学自我介绍的时候非要论断市场经济，搞得我们目前的计划经济好像一点价值都没有。这件事被传得沸沸扬扬，你差点就被处分，你知道吗？让老师陪着李茂去港岛的事是学校的决定，因为他们害怕李茂去了港岛以后不回来了。而市场经济的论文是高层要看，高层给燕京大学下了一个命令，原话就是：当代年轻人如何理解市场经济，是我们需要研究的课题。让这小子把自己的观点好好写写，我要看。经过几天的加班熬夜，论文终于被李茂赶了出来。
这个观点不对，在漂亮国是被证明失败了的。漂亮国说不对就不对嘛，漂亮国和咱们国情不同，他们那些专家都是被充了值的，说的话和放屁没啥区别，他们的经济很容易弄垮。你说话倒是挺狂的，我喜欢，仔细说说你的看法。我忘了从哪本杂志上看过，漂亮国为了刺激经济的发展，从三四十年代开始执行二次抵押，尤其是在固定资产领域，这是个非常大的危机。如果撺掇着漂亮国更进一步，例如房地产的首付贷款，甚至利息贷款，早晚有一天漂亮国的经济会倒退十年。可是漂亮国的经济一直向好，只要能保证百姓的收入，完全不会爆发危机。您只考虑了漂亮国国内的情况，如果国际上发生变化呢？例如制造业转移。制造业转移是不是在漂亮国国内有一种说法叫一流企业卖标准，二流企业卖品牌，三流企业卖产品？没错，我对这句话奉为圭臬。如果站在企业的角度考虑，完全没有问题。如果站在国家角度考虑，这是作死。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，肯定会把制造业放到人工成本相对低廉的地区，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得到更高的利润。如今漂亮国的人工成本不断攀升，您说假如漂亮国把制造业全搬到咱们国内，会发生什么情况？或者说咱们国家把价格低廉的衣服等轻工业产品卖到漂亮国，漂亮国会发生什么情况？漂亮国的普通制造业工人会失业，失业后无法偿还固定资产的贷款，如果逾期贷款越来越多，银行或者担保部门会形成大量死账呆账，金融业倒闭会继续加速制造业倒闭，形成恶性循环。你的意思是咱们国内承接漂亮国的制造业？没错，这样的话除了能弄垮漂亮国的就业，还能提升咱们自己的制造技术一石二鸟。你先回去吧，我要好好想想你说的这些。就这样，李茂的论市场经济体制论文完成了，也递到了高层手中。李茂在论文中提出了特殊市场经济体制的概念，甚至提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物价飞涨等猜想，在货物没有极大丰富的前提下，市场会调节货物价格，把货物价格推升到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，货物价格上升会反作用于企业，这些都是前世发生过的，李茂再了解不过了。日子又恢复了表面上的平静，暗地里却波涛汹涌。李茂的海鲜商店迎来了麻烦。来咱这检查的人说，海参价格太高，要罚款；货架摆放不整齐，要罚款；没有卫生许可证，要罚款；最后让我们停业整顿。问清楚，咱们到底是违反了哪条法律吗？问了，他们不讲理，说他们就是法律。奇怪了，开得好好的，怎么会突然来搞我呢？李茂不知道的是，找他商店麻烦的是燕京某区的高官。看到李茂每天这么赚钱，他也想插一脚。他知道李茂肯定不会同意，所以他利用职权找点麻烦，然后再自己来解决，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插一脚了。只是他不知道李茂被更高的高层关注着，他想找李茂的麻烦，殊不知自己的麻烦马上要来了。行，既然不让我开，我就不开了。你和老袁的工资照拿，这几个月都辛苦了，先关门，我要出趟远门，一切等我回来以后再说。第一学期结束后，李茂和翟素史坐飞机去了港岛。这是我的老师翟素史，翟老师，这是童家唯一的继承人童大卫。你好，你好，翟老师，你好，欢迎你和小老弟来港岛指导工作。别贫了，快带我去买衣服。来到港岛这花花大世界，怎么说也要把自己打扮的帅一点。果然是人靠衣装马靠鞍，帅气多了。要是再大几岁，不知道迷倒多少少女。怪我唠，如要我天生丽质，没办法。先生你好，一共1500。付钱，我没有港币。没问题，从你的借款里扣。李茂，你借钱了？借了，借了10万块港币。10万块港币拿到燕京，在黑市上至少能兑换十几万。你一个学生怎么敢借这么多？老翟你放心，人家债主都不怕我还不起，你还怕我还不起？再说了，即便是我不还了，老童能拿我怎么样？去燕京找我，燕京又不认港岛的债。翟老师放心吧，10万块童家真不当多大的钱。李茂，老爷子晚上请你吃饭，你准备一下，如果能说服老爷子，别说10万块，100万都不是问题。李茂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到港岛的目的是什么？不是给童家指导的吗？翟老师，莫生气，生气伤肝。老子生气伤肝，不生气伤心脏。真的是给童家指导一下，当然还有点其他的事情，肯定不是违法的事情。您放心，先去酒店休息一回，有没有给我们安排比较上档次的酒店？欧了个 K。李茂，太贵的话，咱们可没法报销。放心吧，老翟，这里一切的消费都由童公子买单。翟老师，不好意思，因为家里不方便，老爷子没邀请您，晚上您直接在酒店吃饭就行，已经安排好了。晚上10点之前必须回来。没问题。你叫老爷子是什么意思？回来后，我跟老爷子把事情说了一下，老爷子对你个人很感兴趣，10万港币不是问题。如果你的计划能说服老爷子，100万也不成问题。童家目前在港岛名下有电子厂一个，制衣厂一个，规模都不大，和港岛的几个大家族没法比，但也算千万富翁。家里的一切都是老爷子做主，我开始慢慢的接手2个工厂，真累啊！我以前在燕京时，每天睁开眼喝杯茶，小日子过得滋润。现在每天一睁眼都是事。得了吧，童哥，禁止凡尔赛。凡尔赛是什么？没啥，这里都是别墅啊，这边住的都是小老板，还不是顶级富豪区，顶级富豪区都在太平山那里。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，再过20年，这片别墅区，因为你佟大卫在这才是顶级富豪区，而不是因为太平山是顶级富豪区，你佟大卫搬过去住。
老弟，我算服气您了。别看你只有17岁，但说出来的话总是能发人深省，不像少年郎，倒像个老学究。谁让咱是状元呢？自小看书多，会总结，意气风发才是少年郎。欢迎小友莅临童家。晚辈打扰老爷子了。大卫一过来就一直提起你，听说你看好港岛股市，去年一年港岛股指从1600跌到不足600点，甚至有传言说花旗国政府甚至想撤销港岛股市，如今谁都不敢下海，你怎么就敢呢？港岛股市要不要撤我不知道，但从金融学分析，港股的股市差不多探底了，具体是如何分析的恕晚辈不能奉告，今年港股肯定会有非常大的波动，晚辈不想错过这一波，所以才提出向童家拆解10万港币。童家可以借给你100万港币，但有一个条件。请说。不用任何抵押，100万港币借款周期一年，也不要利率。但是童家想跟100万，如果赔了，你毕业后到我童家工作10年，如果赚了，只要还回100万港币即可。200万港币全交给我，一年后还给您500万，以我的信用做担保，我再给您的工厂出几个主意，以后童家是我礼貌的合作伙伴。200万是我童家全部的积蓄，如果我们自己投入生产，一年的时间也能翻一番。劳动密集型产业，港岛有天然的劣势，甚至矮子国、棒子国等地也受人口不足的制约，将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肯定是在大陆，这点不能否认。您今年变成500万没问题，后年就不确定了，越往后您的200万可能只有1000万，但在我礼貌的手里，200万可能是200亿，至于要不要上我礼貌的船，您决定。别光谈事情，先吃饭，今天我爸爸可是给你准备了茅台。没想到我这一普通人也终于喝上茅台了。大爷，这还有一箱子呢，走的时候你带走，白酒在香港不吃香，你要是想要，我再给你淘换几箱。那感情好，谢谢大爷了。还是京城的老白干过瘾，喝不惯这茅台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几年茅台成了好玩意了，不过价格不高，才几块钱一瓶。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呢？应该买茅台啊，即便什么都不干，囤上几百瓶茅台也能让我成为千万富翁。李茂，童家出300万和你联合注册个公司，你把总，让大卫具体负责，两家各占一半股份。听了童中国的话，李茂很是心动，他本来打算打一竿子就跑，等过几年再回来，但如果能和童家联合，对以后的发展有很大的好处。童家用300万占一半，说明童家认可了他的将来，可以用300万来赌。童家200万，然后以公司名义借债100万，童家占30%股份，签一个对赌协议。只要按照我指点的操作，年底公司资产低于1000万，我补偿童家20%股份；如果低于500万，我补偿40%；如果高于1500万，童家补偿我10%。以后童家要退伍，只能由我按照市价接手。空手套白狼啊！成交。茅台啊，真不错，这么喜欢，我帮你再弄点。童大爷，那就麻烦您了，一车茅台，一车五粮液，要是有年份长的杏花村啊、汾酒之类的也要，不嫌多。阿珍，你来真的？我爸爸只跟你客气客气，咱要点脸行不行？国内缺外汇，通过申城弄点酒完全不成问题，到时候我让他们直接送到老宅子去，国内几大名酒每样每年一车。哦，童大爷您盛名，刚才说到申城，我建议您把服装厂搬到申城去，那边工资收入低，能进一步拉低您服装的价格，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更大。不是大爷不想搬过去，而是大爷自己决定不了。大卫回来的时候已经把国内的情况和我说了，我感觉这是个机会，但是所有股东不同意，他们怕海那边的政策有反复。那您当我没说，80年代能去申城站住脚，将来必定会赚得盆满钵满，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这是童家目前两家厂子的资料，你看看。童大爷，您在给惠普代工计算器？是的，已经为惠普代工好几年的时间，电子厂的利润主要来源于惠普公司。怎么，你对计算器感兴趣？很感兴趣，但我没有进出口资质，如果这款掌上计算器能在国内卖，肯定不愁销路。你要是想做掌上计算器的生意，不是不可以，让大卫去申城开个公司，以原件的形式运过去，问题应该不大。没法在申城生产，不行，八桶协定在这拦着，芯片很难运过去。八桶协定成立于1949年，叫巴黎统筹委员会或者叫输出管制委员会，主要是对华夏等国家实施禁运和贸易限制的组织。八桶协定中规定了很多产品无法运输到大陆。这帮长毛猴子管得也太宽了点，这电子手表是你们自己的产品？对，这是我们自己的产品，销路并不好，和瑞士的机械表还有一定的差距。指针式的出货价格是1美元，数字式的是 1.1 美元，但这个玩意价格掉得很厉害。72年第一款数字式手表出现的时候，价格差不多2000美元，这10年时间价格掉到了1美元。产量怎么样？全部开工的话，一个月能有10000块的产量。有没有办法送到海那边？正规途径没办法，其他途径没问题，当然肯定不违反国内法律，我也有一些官面上的人物可以给你打包票，完全没问题。行，我考虑考虑。吃完晚饭后，李茂被送回了酒店，同大卫和同中国聊了起来。爸，你就这么看好李茂？
李茂说的思路我不赞同，尤其是在股市上的思路。在港岛这几年因为股市跳楼的老子见得多了，但我认可这个孩子，一个17岁的少年能有如此清晰的思路难能可贵，将来必成大业。现在投资正当时，再说了区区300万输光了就输光了。在咱们这种家庭，人才和人脉才是咱们需要细心经营的，钱没了可以再赚，但李茂此人必须提前投资。这小子简直是妖孽，走一步看三步，步步精准。我记得他说过，咱们的燕京的两座宅子，再过30年，一座要是值不了一个亿，他给补齐一个亿，他还真敢说。明天你先带着他和那个老师去两个厂子看看，我安排人去注册公司，你最近一年的精力就放到这个公司。我爸让我问问你，公司叫什么名字，他好安排人去注册。名字我已经想好了，港岛华为投资公司，华为是中华有为的简称。这名字不错啊。我的账户开好了吗？开好了，高盛银行的，咱们一下子转进去300万港币，高盛银行把咱们当成了大客户了。走，现在去找他们，我要配套融资300万美元。嗯，您确定是300万美元，不是300万港币？是美元，按照1:10的杠杆融资。你疯了，贷款300万美元，万一还不起怎么办？别一惊一乍的，你好歹是个富二代，能不能不要这么丢人？我是融资，不是贷款，这两样是有区别的。高盛投资的最大融资杠杆是多大？李先生，你有多大的胆子，我们就给多大的杠杆，最高给到100倍。我记得你们大前年已经有了外汇业务，不知道港岛能不能提供外汇贷款服务？高盛投资银行是全球实力最强大的投资银行，可以为您提供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外汇贷款和结汇业务。不知道李先生想贷款哪个国家的外汇？10倍杠杆，但我需要融资美元结算成港币，还款的时候我也是还款美元，并且我需要保留随时追加杠杆的权利，高盛不得阻止，但我可以保证总体杠杆不超过20。李先生，您融资美元，我需要提醒一下，如果港币继续下跌，我们会计算到您的总体融资杠杆当中。没问题，估计下午4点左右融资手续才能做好，您和童先生可以明天一早过来进场交易。童先生，李先生，昨天融资的280万美元已经兑换成港币进入了您的账户，合计有资金3380万港币，今天就要开始交易吗？是的，汇丰置地九龙仓这几只股票平均分配80%仓，马上开始买。李先生，这几只股票分散在3家交易机构，需要的时间有点多，您确定要买进吗？月底前买完就行，你们慢慢吃进，股价不要抬得太高，注意隐藏身份。李茂，这玩意行不行啊？你这只是轻飘飘的几句话就花出去3000万，怎么心里不踏实？有点。以后这种场面会很多，你要学会适应。放心，有句古话说得好。嗯，什么古话？跟着我李茂混，3000饿9顿。杀！老大，你在港岛还好吧？娘，我很好，怕你们担心，给你们报个平安。过年我就不回去了，等暑假的时候我再回去。不回来就不回来，小翠回来的时候跟我们说了，说你去国外给人家上课去了，我们在家放心着呢，房子盖好了，等你暑假回来就能住新房了。